麦克风试音。喝水尿尿的喝完了没？还有人要吃卤肉饭吗？可是被我吃完了。好，大家好，我是 AKA 圆山地头蛇、圆山流浪汉刘大雄。今天各位好吗？表演好看吗？好，反应真小，一群猴子吼！哎，来那个旁边后面帮我赶快坐好，不然我要请你们吃卤肉饭了哦。好，那个就是呢，我刚才在卤肉饭监狱待太久，所以一出来放炮吼，请大家见谅哦，对不起。那我跟大家讲讲我在监狱的时候要就是升官发财的故事。好，有一天我们的女典狱长呢找我这大雄出去，然后呢就找。好，然后我就去升职了。结果呢，女典狱长说我不合格，然后我就哭着跑回牢房找哆啦 A 梦。我说哆啦 A 梦，哆啦 A 梦，我今天找长官升职不顺利。然后哆啦 A 梦就默默地翻着他的百宝袋，然后翻着，他就说升职器，大雄，我一定可以让你升职。好，没有疗效，对不起啊，对不起。好，我们让我们就是看一下我们的紫色小朋友准备好了没？不够小声，一群小猴子哈，再来一次哈，准备好了没？再来一次，准备好了没？让我们邀请我们的新北狂翔上台。Don't come back no more with the Bojack. Don't come back no more.